Hello， 大家好，我是全联先生邱彦翔。大家好，我是厨佛 Fred。哎 ，Fred， 嘿、hey ，令人既期待、既期待的节日又要来了。什么节日？那个情人节啊。哦，我厉害呀！这个节日我已经从我的人生当中已经划走了。不会，可是大家都还是蛮期待的。哦，大家都期待啊、哦。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可以来做一个情人节的料理。情人节料理，对，我想走的是那种，就是好，每次讲到情人节，大家想要什么鲜花、烛光啊、牛排啊、法式的这种，需要一个有仪式感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啊，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创造出一种比较不一样，就是朴实中带一点点华丽的。但是我觉得情人节、啊、它这个节日最重要的，其实要有一点点的暗示的意味在里面。我们可以送花，嗯、送巧克力，送他去吃大餐，嗯。嗯那最终目的呢？其实就希望的是什么？两个人可以恩恩爱爱啦。嗯嗯嗯。所以我觉得你给我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不要做一般的。对。我们来做一点不一样，然后又意义深远，嗯、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做炒饭。炒饭。果然是有那个暗喻，够明显的吧？好好好，好不好？那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要把炒饭做点像情人节大餐，其实还是需要一点点的特色在里面。对、哦，所以我今天的菜名非常简单，嗯，松露虾仁炒饭、嗯，黑胡椒牛排酱，嗯哼，海陆大餐，还有一个松露炒饭香煎台湾雕贝肉，哦，这个就是你要准备的、啊，对，哇，这个挑战啊，松露是我拿手的，你要确定？就是因为你在，所以我才敢、哦，你想试试看？对对对 对, 对, 对、哦，可以可以可以，好了，那差不多可以来做饭了，好，那我们就来做料理吧，啊，虾仁炒饭黑胡椒牛排酱。松露炒饭香煎台湾雕贝肉可以了哈、啊、那炒饭咯对啊炒饭的话其实它的步骤啊其实因人而异啦、嗯、你喜欢怎么炒就怎么炒好我们不要局限但是它有几个重点就是蛋一定要炒香炒得够久所以它粒粒会分明、嗯、但是又不能太久饭会干、嗯、所以呢油脂的下的量也很重要怎么样把米香味炒出来、嗯、然后再把那些辛香料什么时候要加什么时候不加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先来处理你的部分。好啊，你喜欢？你觉得你的这个松露牛排炒饭，你希望你的肉是块状还是片状？我觉得有一点点嚼劲，有点块状的。哦，好，可以，可以，可以。对，那我们就是把它切成差不多这样的大小，好不好？好。所以你看，这个就其实真的没有绝对。那这个的部分，我就会叫你先大火煎，然后把它的油香味煎出来，然后再把它取出，是放旁边。牛排我们也不要全熟嘛，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最后放呢，它的香气没办法呈现梅辣反应，那也不太好，对不 对, 对、嗯？所以我们呢，就牛排的时候，我们就先用大火炒过之后、okay ，拿起来，再用它的油脂去炒饭。哦。对哈，这也是一个方式。对对对对对，觉得因为你是松露，然后又是牛肉，我觉得加洋葱啊，我们直接把洋葱丢进来，丢进去，丢进去，然后让它，哦哦，这部分你希望的是什么、嗯？我想要吃起来有点口感哦，脆脆的，对，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对 对, 对，好不好？所以这个洋葱我们也准备好了哈。OK， 我的就是虾仁炒饭嘛。是。那我的虾子呢？因为我想要它比较快熟一点的，所以我就会用过油的方式。嗯哼。首先我先会开背，然后去肠泥。它这个背我们就这样画。哇。OK。然后肠泥呢，其实就在这边，有没有？哦，看到了。出来就好了。是是是。啊，是。都去好了，对不对？我们就直接拿去洗一下。好。洗完之后，其实肠泥就去完。OK。锅热了以后再下油，但这个油可以不用下多，因为等一下那个牛小排它还是会有油，会有油跑出来。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两种，如果你希望它的油的香气比较重，嗯，好，你可以不用加油，但是还没有没有不一定不一定，就如果你想要它外面的脆度比较高，就需要一点点油脂。简单的方式其实是这样子哈，我们用油来抓腌它，其实是最快的。哦，那的时候呢，你油不会过多。然后同一时间，你也可以用它的肉的香气啊，经过油脂的转换，蛋白质要高温预热之后，它会产生脆化。嗯，差不多这样子。油的油亮的。油亮油亮，对对对对对。有。哦，有，这声音就对了。那你放进去之后，先不要动它，你要它有时间可以有热度可以传达，你差不多等到它表面脆了之后，用翻锅的方式就可以了。好。我的虾子我只要过油，所以呢它的热度不用太高，
如果你热度太高，就像我讲的，虾子呢，其实它是一个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嗯，所以你热度高的时候，它会怎样？它会硬化。会硬化。我觉得我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来起锅。对，那白里吗？你要撒吗？还没撒。那我这边过油过好了，有没有？然后我们加一点油进去，可以多一点点吗？西，可以多一点点。好，那这边也是加油。那你的温度够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蛋丢进去。哦，炒一下下之后呢，就把蛋饭放进去。饭都放进去了。来，饭把放进去。可以哦。然后呢，快速的让它去搅动它，你不要把它用剁碎的，你用这样子，嗯，哦，慢慢的去敲打它，是，让它可以散开之外，你还可以把蛋用成比较小块。哦，对对对对对，好，翻过来继续敲，哦，然后洋葱就可以倒一点点进来。我的做法就会比较不一样，好，我的这边呢，我就会喜欢它的蛋白，它先有脆度，之后再去打碎它，啊。你看我这时候我都不动它哦，我要的就是它的外面这一层是脆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嗯嗯嗯，它是产生脆化的。有哎，这时候我才会把它剁碎。哦，这样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焦香感，对，就是又有香味，然后那个口感也不一样。我的洋葱会先下，啊，洋葱进来之后呢，我会再加一点大蒜。我有洋葱的味道了。大蒜进来，哦，一样继续炒哈。好，香气出来之后，我会在里面呢。再加一点点的葱花哦，葱花先下有两种好处，是。所以现在呢，我要的是它的香气，是跟它的甜味。哦，对对对对对。好，我现在才下这个饭，它的饭现在下，啊，完全不一样的炒法。牛小排可以下，差不多了，那你牛小排就可以下去，哦，炒一下。然后你就可以用盐巴跟黑胡椒做调味，好，做最后的调味。那我这边呢，我就加一点盐巴做调味，哦，拿一点点白胡椒做调味。然后下松露酱的时候呢，对，就是一门学问了，是吧？对，其实松露呢不能过度的烹煮，那松露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油脂。它那个就是香气的来源，所以你在油脂上面的取舍啊也很重要。对，而且我跟你说，松露酱真的现在在全联就买到。对，没错。嗯，因为我这边是台式的嘛，所以会加一点点鲜味粉。那我这边呢还会再加一点那个酱油。我这边好了，我再把我的虾仁加进来，葱花加进来，把我的炒饭就好了。我跟你讲，你这时候还要加一个秘密武器。什么？我有教你，奶油什么时候才会香？哦，奶油最后再下，是不是？对，加一点进去和一下，非常的香了。来，那我这边呢就要来做我的牛小排酱。你让我牛小排切块哦，就有不一样的层次，嗯，它的香气变好好。对，完全不一样。好，那你这边呢一样，炒饭先放着，我们要来做那个鲷鱼。鲷鱼，你的鲷鱼要煎的时候呢，我要先做一个调味粉。嗯。所以就是面粉、蒜香粒、意大利香料、红椒粉跟盐巴，嗯，然后沾附在这个鲷鱼片上面。好，我这边的话呢，我就是要来煎这个牛小排。那我这边呢，其实就是等牛肉的香气啊，像我刚刚都完全没有加油。对，洋葱这时候加洋葱进来。所以就是完全的干煎。嗯，完全的干煎，然后大蒜进来。那我的黑胡椒酱里面呢，希望有一点点的果香味，所以我加一点点的蜜枣啊，我会再丢一点点的菇翻进去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菇啊炒香，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白酒进来，好，让它收汁，很漂亮哎，你很懂哎。我想说，哎，这样煎之后，它外面会让红红的，会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去煎它。那我要快速煮它，所以我用现成的这个黑胡椒牛排酱就好了。嗯，有要干嘛？那个时事一点通哦，又来了。情人节嘛，嗯，总是要跟另一半好好的享受一顿大餐。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几年最受欢迎的情人节行程。当然了，最基本的就是
烛光晚餐，然后呢，更棒的是你可以加上一个亲手写的一个卡片，再来呢，来一趟小旅行，然后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比较有点 old school， 可是却又很特别的，就是重回到第一次相遇或是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再来呢，我觉得最棒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说一起去烘焙教室做一个爱的料理，面包，或者说在一个厨房里面一起在做这个料理，然后去创造只有你们才吃得到的料理。这样，我觉得回到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其实是蛮浪漫的。对，但是常常也会出事，因为会记错。哦，来，你这时候加一点洋葱进去，直接放在旁边。好，炒一下之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红酒进来，白酒，对不起。对对对对，你就是用这个肉汁的，去烩它，有没有？这时候转小火。转小火。然后放一点点的酸豆。你这时候一样把奶油放进去，慢慢的融化它。然后这边呢，我也是一样，因为我想要它有一点点的奶香味，所以我这时候也进来。记住，我这时候已经关火了。那你那边呢？其实还可以再煎一个那个杏鲍菇，杏鲍菇切十字，比较不会卷曲，然后你煎起来呢也会比较漂亮。这边下一点油脂，然后撒一点盐巴，然后呢，加一点黑胡椒，杏鲍菇煎一下。那我的这个呢，我就先把它淋上去了。那你的也可以开始排盘了。法式料理的越少就是越少越好。没错没错没错。对。对。我嘘。然后香菇。情人节，朴实又带点小华丽的大餐就完成了。松露炒饭，香煎台湾雕贝肉，家人炒饭黑胡椒牛排酱，炒饭呢？同样的炒饭，不同的排法就呈现出不同的节日感。对，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比较中式的跟西式，对，朴实中带点小华丽的炒饭，非常的成功，全年就可以买得到，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哦。好，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好，好，大家拜拜，下次见。想看全年更多的影片，欢迎订阅全年 YouTube 频道 Pizza China，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全年的消息哦。